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2月8号礼拜五个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射手座的朋友，今天呢是大钱小钱投资非常精准，是一个明显的进财的日子啊。巨蟹座的朋友呢，在今天深受信任，贵人支持你，感情呢非常的和谐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心情非常的愉快，适合约会哦，感情非常的稳定。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，牡羊座的朋友建议你不要说话太直哦，免得得罪上司。天蝎座的朋友今天呢要注意一下，个性比较固执哦，小心受到职场排挤。那么各星座在今天的姓名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8。